大家好，我是徐姐，现在来种玉米了，换个帽子给阿平，阿平帽子也不戴。新种玉米天，今天太阳好大哦。那个哈东哥喊我走吧。这个板栗是今天早上捡的。球，把它锤出来。刚刚去种完玉米回来，太热了。这个好大一颗。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接多少？就这一点。这个是不是干一干啊？不要太干，太干吃不动的，太干的话就被那个了，就被板栗干了，包粽子了。现在吃饭哈，是吧？太干就吃不动了。大概要那年轻一点的那个牙齿好一点，咬得动。牙齿不好的咬不动啊。看你有气无力的，没睡好啊？一个人睡觉哪里睡得好？总是有点怕。一个大男人睡觉还怕？怕什么？怕什么啊？怕美女啊？他没你吃了呀，哪来的美女啊？别人不是说吗，怕什么就拿什么吗？那也没拿。你是在说我吗？是这样想啊。又吹风了，我也去找一点板栗回来。上去。还有其他朋友都没有挂货。上午去搬。终于吹完了，现在把它装起来。等一下拿出去发货，这些都很大一个。